咱今仔日啦，好不好？拜托拜托，拜托各位阿官哦，坐较头前嘞吼，啊，你看较轻松来，拜托个嘿。起立！立正！敬礼！请坐下。各位校员，大家午安，大家好。今日看起来大家精神拢袂歹。不过今日吼，算我甲何瑞妍遮尼久哦，我头一摆哦，看到伊目屎吼，甘伫迄个目睭哦，流袂连落来，恁毋知有注意无？无吼，迄个何瑞妍吼，是嘛是性情中人呐、啊，因为伊讲着，伊讲遐英文，恁毋知甲注意听嘛吼，伊讲美国政府吼。甲陈主席以至六十六年吼、哦，秘书讲拢将台湾人甲放互袂记哩，安尼哦，无迄个代志安尼就对啊。啊，台湾人吼、哦，伫即个政治炼狱内底吼，生活吼、哦，一方面中国人在占台湾的时阵吼、哦，将台湾人是当作日本人伫杀、伫占、伫糟蹋；啊，一方面是伫奴隶台湾人吼，互台湾人扣税金啦、啊、做兵啦、啊。所有艰苦的工课，所有垃圾的工课，拢予你台湾人去做。主要就是因为台湾有一挂人，予伊中国国民党甲你骗，骗了后，予你变做讲，未输是原来是中国人，你奴隶台湾。其实美国政府甲咱讲迄句话哦，非常的好啦。伊讲你敢若头壳内底吼，甲会记得一样代志，就是你台湾其实是敢若分做两种人，一种是占领者，啊，另外一种叫做被占领者。啊，但是予咱台湾人精神错乱的所在，就是明明看起来你嘛是被占领者咧，台湾人咧，但是反倒转来，伊是变做去替中国人去做伊的官，去做。伊来伫奴隶台湾的一挂代志，其实我伫即个所在，伫即个咱的研训班的内底，我讲几啊摆的即个农民的迄个政策内底啊，毋是我今日才伫讲啊。我相信恁啊伫网顶伫看，我每一摆都提起即个问题。台湾的农民到现准时为止啊。坦白讲啊，所做的、所收的，简直不成比例。农委会的这个主任姓陈，伊嘛是台湾人啊，但是伊竟然会当讲出来，讲台湾的农民一天干那做一点钱久尔，做一点钱久，这款话你敢听会落？但是你听袂落来讲，马英九真讲感觉真好，这种人伊要来用啊！啊，你台湾人虽然安尼，就是你是中华民国的系统的内底去投票去当票，你敢当会赢伊？绝对当袂赢伊啦！这是我甲普遍所有台湾人心内真郁卒的所在。坦白讲，我常常
伫台北市，我伫坐计程车，我坐计程车内底十只有九只，差不多九点五只啦，加减无奈拄着一寡中国人啦。遐人逐个都是骂这个马英九是骂到要害，但是骂到要害，人算过伊拢赢你个。谢长廷输两百几万呢，你会当想到迄个两百几万这个数字的迄种个？迄种的威力无，两百几万呢？啊，那两百几万，我算伊个伊个家族内底，一个家庭一票的内底，若包含有两票甲三票，是六七百万的票呢。所以有当时我想讲奇怪呢，咱伫这个所在伫讲的，敢那是另外无同款的世界。咱伫至少这个所在所讨论呢，敢那是毋是问题呢？啊，问题就是讲，咱咧平平就好啦。咱即间个，咱即个教室内底遮个所有同志啦，我相信讲，若望你个良心，我若甲你讲，你今年卖去当票啊，咱遮就差不多一半以上，卖讲一半啦。当然，即马可能赞成我个讲话，不然较济嘛不一定啦。但是我相信嘛，超20%左右啊，要会讲嘛是计较当较好咧。即款个心态。你讲伊唔对嘛？他咪讲，我咪讲伊唔对。我只有简单会当讲，我同情啦、啊，我同情啦、啊。这个五十几年，这个教育，顿伫咱个头壳内底，这个足深内底，迄个上界根的、迄个根的、迄个所在啊。他咪讲啊，唔是一天两天啊，甲慢啊都慢会出来。所以我有甲美国伫讲。我甲美国讲，其实恁啊，美国政府向超前踏一步，我台湾人都有感受。但是你定你踏一步，台湾人无感受呢？可比讲，其实这个是照道理来讲，我未使讲伫这个上课的时阵在讲的这内幕啦。差不多十天前，美国有一个真大的官员。来台湾访问，无公开，伊家己本身带一堆的保镖，伊住伫凯悦饭店，伊的门口拢徛三个美国的海军陆战队的队员，穿便服徛伫边啊，迄几站拢是未当入去的。我所知影是马英九透过足的关系，要求讲伊要来见这个人。但是这人无甲伊见面，这人无甲伊见面，包括马蔡英文要甲伊见面，伊嘛不愿意。伊来了，伊创啥？伊主要是去看美国现主席伫咱台湾的基地。伊会当去看基地，但咱台湾人甲今日还个人咧讲，啊，我伫外口拢无看到美军呢。你更别着讲，台湾是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下的土地啊。阿伯都无看到美军啊，要眼见为实啦，就是为凭啦。我目睭看到才有准绳啊。各位，敢真正目睭看到会准绳？你捌看到魔术无？魔术你捌看无？魔术安尼一个人现身伫遐，啊，我一个头，迄个人就无去啊。啊，你讲阿伯都目睭看到，有影都一个人啊，都会无去啊。即嘛有一出。迄、那个魔术啊，甲你破解有啊？哦，伊甲你讲迄个破解的方法，啊，你看了你感觉无值钱啊？今日就是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湾，伫向咱台湾人玩魔术，前差不多一年前我就开始讲啊，咱去告美国，将中华民国国军的这个 logo 甲摕掉。迄阵阵讲的时阵，我真正是去用笑笑的呢。大家讲，有可能？怎么可能？即嘛有出来啊？啊，即、這个出来，啊有诶嘛？你讲，哎、欸，啊我就是什么基地哦？迄空军的飞机顶悬还阁有呢？当然嘛，还阁有啊。是安怎？你干那要拆这物件拆掉哦？敢有遐简单？讲我今日画拆，下令讲甲拆掉，暗暝就明仔就拢无去？无可能嘛？敢毋是？就是咱干咱这个办公室就好啦，你嘛来装潢垒到地吼，安尼拢是
迄个泥土啦，啊，干来要清这泥土哦，一干清会掉，清未掉嘛。即马中华民国必将这路个甲摕掉啊，也毋是遐简单呐。但是伊开始摕啊，伊即马迄个饼啊出来，你甲看卖啊，伊地也无啊，迄个 logo 啊已经无啊，这是证明嘛。啊，是安奈要将这个 logo 甲摕掉？你敢唔知迄个意义？啊，这个意义是啥物人叫伊摕掉，伊甲摕掉的？伊家己摕掉的吗？无可能嘛！中国叫伊摕掉的吗？嘛无可能嘛！我甲你讲，美国迄个军官的官阶这边来台湾的时阵，我亲目听到呢，伊甲司徒文讲，你马上去甲马英九讲，为今日开始，中国的高干啊，不可以访问台湾。讲了第二天，马英九随发表啊，从今天起，所有的高干禁止到台湾。吼，报纸砰下台，写啥？写讲因为伊在选举的考量呢，选举还阁早咧，一月十四的代志啦。但是咱台湾人，你若敢若你无来这上课，你敢若看咧报纸，你相信吗？你绝对相信吗？你会感觉讲，马英九不错呢。其实是什么人的命令？是美国的命令啊！好比讲，这个 logo 提掉，嘛是美国的命令。啥美国命令？咱台湾民政府甲过的，因为咱照希拉蕊甲你讲的 territory 恐怖分子三个条件，你中华民国完全符合啊！第一，伊毋是国家。中华民国不是国家，大家都知道。第二，中华民国有武器，恐怖分子有武器，一个符合这个条件。第三，伊讲中华民国甲现主席来讲啊，第一就是这个不是国家，第二是这个有武器，第三做兵啊。当地啊，去征兵。中华民国在咱台湾叫咱的囡仔去做兵，这三个条件拢是符合恐怖分子。你占领地，未当叫占领的迄个地、迄个地所在的人啊，叫人去做兵，那是不对。所以做兵这个代志啊，后摆啊。坦白讲啊，真有通讨论呢。台湾既然是占领地，我讲到这个占领地，我要甲各位讲，有当时啊，因为他在这节课是迄个网络的代志啦。咱有伫网络看到真济，不管是统派也好，不管是独派也好，中华民国派也好，拢甲咱称呼做美属啦。其实。您上这尼啊济课，听这尼啊济我讲的演讲内底，还是咱的这个何瑞元，包括何瑞元所讲的内底，您敢捌听到过？我两个有讲哦，台湾是属于美国的一部分，有无？没有啊。我跟他讲啥？台湾是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下的土地，是美占啊，美国占领。啊，那既然占领，这个所在是占领，当然这个土地。也归属问题，都要在讨论嘛。所以你别当讲研究，干那研究个占领 ，stop，no， 占领以后研究下开部分，这个土地到底是属谁的？研究的结论啊，美国人嘛惊到，含日本人嘛惊到，日苏美战啊。去年九月七八，咱去华盛顿 DC 设。办酒会，美国的国家安全会议代表送给咱两张图，各位你拢知影，伫迄个岛边迄两张，恁的岛边迄两张，一张是日本的皇宫，一张是奥巴马伫迄个圣经的头前去宣誓，这就是你甲咱讲，我们研究的路线是完全正确。九月七八以后。国家安全会议代表
特别叫咱的人伫遐咧讲话。我相信迄当阵有参加遐的人，拢有听到即句话。从今天开始，用为今日开始，阮美国替你台湾人开了就一条路了。恁只要照这条路甲行去，恁台湾人要达成的目的，都会达到。这尼啊明显，这尼啊清楚，要搁伫后，很奇怪。坦白讲啊，这条路行来，为2005年啊，甲行到今日为止，2011年，超过6年啦。这个6年的中间啊，有真侪人啊，嘛想讲啊，这个论述这尼啊简单，我都甲唱过来就是变做我的，没有无唔对啦。这款的文学名，这款的话，那个社会科学物件没有版权啊，完全健康。所以我今日鼓励各位，你只要认真读读我所写的册，三宝所写的文章，后摆这学问啊，拢总是你的，无版权的啦。后摆你若讲出来，就是你讲的，就是你的论述啦。啊，我会向甲各位保证，这个论述是绝对健康。哦，上到落尾啊，我这落尾啊，唔知要偌久啦。美国若拍这个王牌出来的时阵啊，绝对是照我现准时甲恁讲的这个王牌啦。这个王牌是啥？你敢看现准时台湾这个最近甲以前发生的这个政治的事件内底，第一，迄当阵尼克森派一个人去中国基辛格，你会记得无？基辛格去访问的时阵，含三个人谈判，含周恩来。含周恩来谈判的时候，有密室闭，那个伫内底去谈判。迄当阵周恩来有讲6点，其中的第5点，你甲想看卖，伊讲啥？第五点伊讲啊，伊讲只要美国会当防止日本的势力入来台湾，奇怪呢？伫旧金山和平条约，日本不是放弃了吗？放弃了，那会讲日本的势力入来台湾？为什么？怎么进来？我就是为这发生怀疑啊！才开始你个研究啊！坦白讲哦，中国实在提供足济资讯给咱的啦，包括江泽民伊讲啊，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就去想呢，奇怪呢，啊，你若讲台湾是中国的土地就算，啊，你讲一个神圣不可分割，嘿。国际法内底无条这条哦，啊不，你都讲中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话，那一定爱神圣不可分割。我去研究万国公法了哦，恍然大悟，感谢江泽民。万国公法确实有讲过啊，你固有的领土是不当分割的，只有殖民地才能够被割让，可以被分割。哦，原来江泽民伊嘛读一半的战争法，即阵讲战争法、国际法啦。所以伊讲一句话了，我就开始研究。啊，你当时清朝要哪将这个台湾挂乎日本？伊若既然会当挂乎伊，表示台湾唔是中国的神圣不可分割嘛？迄个时阵神圣不可分割领土是啥物物件？就是辽东半岛嘛。辽东半岛马关条约挂乎日本。哎，三国出来干涉，讲你违反万国公法，爱向我日本，爱向我中国，啊，所以只有日本甲中国讲，安尼你阁赔我3000万纽伦呐，啊，我行你啦，啊行，啊台湾挂落去就无去啊咧，所以可见台湾绝对唔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只不过是台湾是美这个中国的拓殖的领土。你相信咱是这个网络内底有一张图啊？就是以前的清朝的时阵啊，伊有法度管着全台湾无？没有办法，你有看无？敢那一只蚕呐，当兵无起来，你有看无？迄当兵是啥物人的？啥物人的？你知无？哦，恁遮足无良心的呢，原住民的啦，迄人以前那是原住民的土地啊嘛，啊，咱听讲咱唔通未见未晓。人的土地，咱来行人，咱卖讲挂落去。咱卖讲台湾人啦哦，为中国来也好，还是咱原来住伫遮的人，头脑拢是在讲
比原住民较巧。我知影内底有原住民啦，我无讲啊做原住民头脑无好的意思，毋是安尼。因为因咱台湾人真故意，但是原住民啊，原住民啊，主人的主吼，原住民啊，搁较故意。你请伊啉一碗米酒头啊！啊，有诶，中国人也好，还是台湾人哦，麻烦啊，真恶劣呢。啊，你无钱啊！啊，我借你，安怎这1000块借你？啊，歹势啦！啊，我无钱好行啦，我去，提开，1000、2000、3000，叫到50000的时阵啊，你嘛写一个物件，啊好，50000写咧。敢若乎你到100000的时阵，明明迄块土地价值500000哦，伊即马10万块伊平袂起啊啦。原住民伊伫拍呐，也是伫种菜，免啊行你10万呐。少的人哦，免着烦了安尼，敢若乌社会咧。啊你无法度行，无你免啦。啊无你卖我啦。啊有人讲啊袂当卖啊，都规定讲袂使卖啊，啊免啦，下节长期使用。安尼。原住民土地一工一工少，原住民生活一日逼，逼到今日120万的原住民，剩今日46万啊，可怜。咱台湾人真可怜，和中国人逼到咱实在是生活嘛真困难，但是原住民比咱更加可怜。原住民佫有出一挂后代，一个高金素梅，我点名啦。吼、哦，中国摕1亿转来，敢若老大姐呢？坐咧本啊，但是坦白讲吼，你讲原住民无志气嘛，嘛是无志气。但是看到钱，当然嘛无志气。很好啊，所以才冤冤冤冤会当来调。所以我感觉讲，咱这个民主选举内底啊，缺点嘛真多啦。所以后摆这个选举绝对要改进啦。咱内面政府要哪改进，蛮有法度呢。我利用时间2分钟就好。什么人要好选？好选人啊，拢总叫来，敢那住伫国宾饭店内，你袂当甲出去。你要讲政见，政府替你写；要辩论到电视，我甲你办。什么人拢袂当出去去邮票？什么人邮票？什么人编成？安尼个投票唔才有准，敢毋是？啊无，若讲所谓个民主啊，即摆敢有民主？无影无一只呢。里长。我拢真清楚啦，先摕50万去李长因家。喂，某咪李长啊，你即个你吼，我内底我即边我要20000票，50万我要20万，啊若无吼，你才去看卖。有真济乌道的吼，安尼伫调呢。有一阵嘛，全台湾所有乌道拢是霸占了所有的。台湾的省，迄个县议会、省议会，什么话？的议长呢？有一阵啊，恁敢袂记得吗？李登辉的时阵呢？安尼叫做民主选举 ？No， 那是台湾人，台湾人出卖咱台湾人的灵魂嘛。但是在座各位，在迄个时阵，恁敢有站出来讲？恁无嘛，我嘛无啦。想哪会无？我嘛惊死呢！迄乌道来找你啊！你政府无能啊，无力啊！啊，中国国民党袂甲你处理啊，伊放互烂。特别讲，台湾确确实实要改进的所在很多啦，真正足多啦。台湾若真安尼落去吼，有一天啊，咱会拢死了了啦。当然，就是无改进嘛，死人吼。但话咱的子孙嘛是同款啦，生活困难啦。我讲到这个所在，我今日主题唔是要讲这個，我今日主题要讲台湾平和挂乎日本以后，日本派了的第一任的总督叫做华山之计。华山之计来接任台湾的第一任的总督以后啊，日本天皇有召见。什么话叫做殖民地？什么话叫做总督？哦，爱清楚哦。这块土地若是我的，我日本本来固有的领土，
一个官，还是用琉球来讲就好。琉球伊唔是派总督呢，伊是派啥？知事啦，知事啦。知事的时阵呐、啊，什么人指派？首相。日本这个国家是二元制啦，哦，日本这个国家是二元制。二元制什么叫二元制？美国是一元制，伊是有总统，总统国会三分做三部分，这是一元制。什么叫做二元制？就是有皇帝、有女皇的所在，叫做二元制。二元制就是讲，全部所有的物件拢是属这个皇帝，还是全部所有的物件拢是属我这个女王的？我女王才将管理的权力交予首相，啊，首相是安怎产生？在这个所在，就是有这个宪法，这个宪法是因为经过这么多年有演变出来。演变讲有宪法，当然是部分是你牵制天皇的权力啦。但是有真侪代志嘛是爱天皇亲自来命令。所以日本摕到这个土地以后，伊唔是这个土地是日本的土地，是日本的土地，所以日本会收那个天皇啊，有这个台湾这个土地所有权，人合理啊嘛。大清帝国的皇帝将台湾偏哦挂牛和天皇和日本天皇，意思是讲日本天皇有了着台湾这个土地所有权，但是不是讲有这个土地所有权，所有人民就是日本的国民哦。即嘛是干呐，拄啊开始是叫日本的居民了了，因为这是一个殖民地。这个殖民地的情况，要够真济所在，例如，咱讲菲律宾就好，菲律宾捌做西班牙的殖民地。西班牙伫统治这个菲律宾的时阵，是利用菲律宾内地的农民耕作啥？伊甲耕作咖啡啦，还是这农产品啦、啊，啊，才伊这个西班牙才来这采收，啊，采收了啊，用这去卖。啊，来控制这个所在，诶，这个啊，做伊的行政，来个管理，这是一种殖民地。台湾同款嘛是迄个时阵为中国的拓殖地变作日本的殖民地，迄是拄啊开始的时阵。但是拄啊开始的时阵，台湾人有个反抗，甲问讲奇怪呢，是安怎我台湾人已经人挂乎你土地啊？啊，阮台湾人是安怎会当享受到甲日本的国民啊同款的平等的地位？这其实伫日本的总督内底啊，有迄个第三任的总督啊，有过来讲啊，尤其有名就是奥多新贝啊。奥多新贝毋是总督，伊是即个做什么民政长官尔呢？伊讲啥？伊讲哦，恁台湾人要争取即个甲我日本人同款的地位啊！我真同情，啊，我嘛无反对，但是阮日本人侍奉阮的日本的天皇两三千年啊，上无你台湾嘛爱经过一百年以后，才有我就转化做日本人，才会当享受着甲阮平等的迄个日本人的待遇。人伊讲这有一点道理，因为台湾人吼、哦，迄当时咱坦白讲吼、哦，迄个性吼嘛真倔强，台湾人吼、哦。即嘛有一句话真好啦，讲咱台湾人哦，好骗、歹假。啊，即嘛有足侪人会足计较的。吼、哦，即嘛日本人讲安尼，我著要甲你对抗，我要甲你抗拒啊！啊，你迄唔对啦，吼、哦，我台湾人要安怎？这个问题就是为遮来，为遮来以后，但是日本嘛是同款，嘛是有互你教育，嘛甲你管。但台湾人坦白讲，伫日本时代啊，伫管啊，台湾人乖乖呢，真正台湾人乖乖呢，叫你袂当偷摕，你无伫偷摕呢，叫你袂当抢，你嘛无伫抢呢。迄个时阵哦、啊，虽然经济无好，但是地无治安非常的好，这是真济，现准是老辈的人啊，要伫怀念日本的这个
时代这个管理。但这种的管理当然有好处也有坏处啦。我若要相愿，我就讲有好处有坏处啦。啊，我若要卖讲相愿，我就讲这绝对有好处的。社会安定，大家拢认真打拼，大家拢守本分，有礼貌，有啥物毛？当时当然较严一个也是对的。所以日本人一直甲这个所在一直刷落去。日本的总督是爱经过日本天皇亲自召见啊任命，知事、知书啊，县太爷迄类的人吼，这规个琉球的这知书啊，是日本的首相啊任命。直接我要请教各位，台湾最后的一任的总督叫做安藤利吉，是不是？这个安藤利吉，中国的教科书甲咱讲，安藤利吉是第十九任的这个总督，对不对？没有错，十九任的总督。这个十九任的总督，当时伊讲代表台湾向平均导航，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啦？对哦，对的，你举手。我一个讲安，无人敢举呢。啊，不对的，你举手。不对的，不对的。恁哦啊，恁长无上着我的课啦。我上课拢一再重复。战争的代志吼，绝对是司令官对司令官啦。啊，总督是啥？民间的嘛，民治长官嘛，民低啦，人民的组织嘛，对不对？所以战争什么人要导航，一定什么嘛？将军对将军导航嘛。好讲叫一个老百姓去导航，啊，刚刚别说讲董事长向什么什么上将投降，未通啊，伫法律上未通啊，所以。你若敢讲安藤利吉总督代表台湾人向中华民国投降，还是向盟军投降，那种胡说不到。这个时阵的安藤利吉是什么身份？第十方面军的司令官呢？第十方面军司令官呢？听好啊，喊。中国，迄中国是支那派遣军的司令官啊。这个司令台湾这个第十方面军的司令官，是不是受？是不是受日本的迄个派支那的司令官管制？是不是听伊命令？是不是？是不是？当然不是，两个无同款的战区嘛。哦，你是你用药啊，还是恁真正知啊？哈，好可怕哎！我好弄你药啊。第十方面军就是包括琉球跟咱啦。啊，第十方面军内底都包含琉球的32军呐、啊，日本的32军呐、啊。这个32军呐、啊，叫伟大，全员玉翠。什么叫玉翠？你知道吗？像穿鞋子吼，整个破去了，就弄死了。啊，若要叫台湾人死哦，很难的。迄伫迄个清泉岗吼，就一挂冲完啊，去食早餐啊。人家问讲哦，哦，啊，恁即摆做兵来遮尔啊轻松？啊，若强匪拍来，你咩啦？我要走啊！讲哦，虽然过性命，我哦是这种的。其实伊讲要走哦，伫我的想法哦是正确的。安怎讲正确？你都唔知道你为何战而战啊？当然伊无上外口，伊是讲的是胡说八道啦。我问你咧，遐做兵是为谁而战？是为中华民国而战的。啊，咱什么人？台湾人呢？
啊，你台湾人为中华民国而战，中华民国是中国，为中国而战，读个歹，当然嘛要逃兵，正常诶，真正正常诶，唔知是因吼有偷听着外口还是安怎？但是这是讲笑话啦，台湾人唔免做兵啦，我阁讲一摆啦。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下的土地，占领下不用当兵，而且不用交税金呐、啊。哦，听了不要交税金，大家目睭拢金起来呢。台湾人足惊税金的啦。其实有真侪税金是拢不合理的，但是你有法度无？你也没有办法。钱是咱愈赚愈少。税金是愈缴愈多，这是中华民国主席的态度啦。我相信马英九有派人伫监看咱这个讲话，咱这个上课，每一集伊拢有看甲真详细。因为我看全台湾敢若有咱这个训练哦，会当讲出真正台湾人的心声啦。今日咱的升旗代表什么意思？为1979年以后，美国的国旗去被拔了了。1979年的以前，因为流亡的中华民国甲美国还阁有建交，所以还阁看得到美国旗。但1979以后啊，伊断交以后呢，就迄支美国的国旗已经无去啊，含迄个 AIT 都无变成美国旗，都无没有呢，各位。今日咱升这个旗是1979年以后头一摆，伫台湾这个土地升正式的升这个美国国旗。所以美国政府已经有将咱这个大楼当作以人造卫星照顾的一个很重要的据点。这个旗要表示将这个所在是美国的咧。当然啦。白位嘛是拢美国个啦，但是这个所在，这个旗啊拆起哩，搁迄个占领旗起哩，迄毋是我家己去想的呢，也、毋是讲咱这民政府这同志大家想想讲，读卡无好吼、哦，咱来开十几万吼、哦，大家钱收济啦吼、哦，开十几万讲我搁做课几啊，搁升起来 ，no， 我毋是读卡歹呢，我嘛无钱呢，我敢送你无，我咧食馒头啊呢。人家傾錢，這個機器升起來，咱都確實有實況轉播了。我跟你說，為今日以後，所有外面風風雨雨，會漸漸，越來越離開了。因為咱是正正剛剛的正統，咱是正統的王牌軍，王牌軍隊啦。在座所有的人，拢是咱的舰长，拢是咱的元帅。你嘛有责任呢，唔是干呐我尔呢，大家拢有责任。什么责任？爱替民政府找人才，爱介绍伊来受训。我相信我爱阁讲一摆，我不厌其烦。有个人讲哦，吼、哦、你嘛较拜托诶，受训咱遐尼啊久，三工两暗。啊，一天就好啊啦！阮头脑拢偌好嘞，一天就好啊啦。我嘛一天就好嘞，上好半天就好。问题是美国有甲咱规定一个门槛伫遐，啊，甚至嘛有人讲啊，哦，你卖用这个所在来大饭店干唔好，也有冷气干唔好，加开一寡钱干唔好，好啊，我嘛真爱啊。问题是，我们没有被允许诶。美国讲身份证要开始发，我有各位讲啊，各位讲，有诶有听到无听到？啊，有诶无听，我阁甲你讲一摆。有诶人讲啊，伊讲 ，Roger， 你甲宣布，摕即个台湾民政府即个身份证诶人，听清楚哦，免签证、免护照，直接进美国。要求我要哪敢宣布？讲你美国无一个文件话，我唔敢讲啊。因为伊上头甲咱讲，要予咱免 interview。啊，即马中华民国甲咱伫拼管，你知唔知？
吼，伊嘛写落啊，伊嘛写讲哦，年底哦可以免签证，有无？伊有写这点无？有啊？我甲各位讲，绝对不可能。我直接甲拍车啊！我讲理由互你听，我毋是讲绝对不可能。啊，我凊彩讲，我甲你讲理由。这三个月内底已经四五百本的假护照啦，中华民国护照啦。这四五百本，你敢真正人去偷印的吗？我怀疑是外交部去帮人遐中国人去美国的啦。啊，你美国还阁唔知死？遐人若入去美国，有一天哦，要将美国人变作中国呢？你唔能讲袂呢？中国是非常的厉害呢，对不对？免讲啥，中国查某大拢长得足厉害。台湾足侪查某伫遐阵亡嘞，我阵亡毋是真正死人哦。伫遐咧啊，后等下台湾去离婚呢，一堆呢。啊，你去美国看卖啊，会变作啥物款的情形？所以美国嘛非常的好，美国人以前就伫防备共产主义的扩张。今日台湾人伫遮咧受苦，你替你美国去徛卫兵，啊！你美国都没有回应吗？我若美国真正欠咱台湾人足济，真正欠很多啦。啊，好佳哉，咱真正咧研究了美国嘛伫惊咱。我甲各位讲，美国派来咱台湾迄个高官，当面确实甲我讲一句话，我会当用我人格伫遮来讲，伊甲讲啥物话？一共，我们美国现在不重视国民党，也不重视民进党。我们所重视的，我们美国这些单位、两个单位所重视的，是恁这个政、这个台湾民政府这个团体。讲到迄底下，我听到这句话啊，感觉讲很安慰的。咱直接受苦啊，有忌惮。恁嘛是同款呢，我有哪想想，恁嘛是同款，我哪想想，各位吼，恁受食的苦啊，未比我较少，我知影。住伫屏东，住伫高雄，一坐高铁来回3000块呢，来遮食饭阁爱交500块呢，要收逐项都爱钱，啊，逐个嘛我看看，啊，无人伫哭啊，逐个拢笑眯眯，啊，食咧受训，三工两暗。佫交5000块呢，说独派国民党的人，我无骗你，真正拢甲我讲，我们简直不敢相信，台湾要有遮济人来你受训，我很简单嘛，很主席台湾民政府论述正确嘛，你独派讲规波底下去洗嘛，绕，见拜就讲哦，我们台湾人不够合作。台湾人不够团结，我阿公，台湾人不够合作吗？200几万人去行去，手牵手，我永远嘛会记，我老母84岁，叫阮兄弟仔着我抱伊，搁去牵去手，迄无够合作吗？啊，你每一摆啊，你示威的阵，叫阮爱去，哦，发动10万人、50万人、100万人，有效无？无效嘛，浪费时间嘛。迄拢啊，因为迄个示威拢向啥？向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敢那律师同款是一个代理美国的娘娘嘛？你嘛要甲巴律师无效呢？你巴后壁迄个董事长才对。咱即马告美国就是巴迄个董事长啦。敢毋是？你今日害我台湾人下到即款呢？啊，你袂晓去巴迄个董事长，啊，你来巴迄个律师的中华民国，所以。台湾民政府要接政权，是向什么人接政权 ？USMG 啦，咱甲中华民国未冲突啦，暂时和平啦，后摆你就知啦。靠他暂时回和平，你以前的小爱来甲咱耍呢，甲咱做兵伊就耍袂滴啦，我甲你讲。228那是同款一条的钱呢。日本时代，恁的老爸老母真侪土地去予没收去的，爱讨回来啦。
啊，若无要错，你中国国民党卖赔嘛？有钱，你知不知？国民党到今日非常的侪钱呢，伫国外真侪钱呢。这个中华民国一定要甲消灭。你的胡作非为遐个钱爱甲摕倒转来。即马真侪，包括民进党，包括独派，真惊咱，非常害怕啦。安怎讲？因认为讲啊，阮即阵人拼四五十档，啊，恁即个民政府才出来几档尔尔。哎、欸，啊！政人都要将这所有物件拢单抢抢去，咱唔是咧家抢啦。因行的路跟咱俩行的路完全不一样嘛，噶唔是？所以因免吃醋，因干那看讲，咱民政府是这个办公室中央会馆啊，受训这尼啊济人，一摆要交5000块，我相信因来爱家己等于家己去检讨啦。啊，坦白讲啊，5000块敢有贵？无贵啊！你若民宿，你我想讲恁歹去民宿啊，住两暗，啊，搁食十顿，开5000块，嘛是应当的，敢毋是？所以人讲卖厝，人讲5000块交这面讲足济的时阵啊，坦白讲，咱对不起咱这栋大楼，摕这栋大楼出来给咱迄个尤先生啊，敢有人遐戆？伊真正是第一戆的，我甲你讲，伊好好一间厝，若要去租人，不管要做啥拢袂要紧啊。人航空公司长荣要甲租呢，要予遐空中小姐住呢。恁即马咧上课，即个所在本来拢房间呢，即拢房间呢。伊讲，伊甲我讲哦，啊，忍者忍者，甲卡落，我唔敢呢，啊唔敢要哪，伊家己卡，伊怎伊家己卡呢？我无骗你。家己讲啊，叫家己去请工人甲讲掉呢，叫我来看，我讲啊，讲安尼啊，伊表明我有决心，我要让民政府去用，伊是无伫遮啦，不过吼、哦，大家爱甲拍手，我嘛爱甲拍手，真的啦，真正有这种的心哦，已经无几个啦，没有，不多了啦，啊，我讲了离奇些，我要来讲这个。末代日本末那个日本台湾总督哈、啊，各位，安藤利吉会记得哦，是19任的第19任的台湾总督，19任的总督唯一一个人无受到日本天皇召见的，什么人？这个人，无受到天皇召见，啊做台湾总督，受什么人召见？那个时阵。伊是敢若受着日本的首相召见，是安那受着日本的天迄个首相召见？为什么？恁拢袂记哩啊？我甲恁讲过啊。1945年4月7日，日本天皇伫台湾宣布实施明治宪法，万国公法讲实施明治宪法的时阵，即块土地就变作日本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啊，那变作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都袂当有总督，要废掉总督，干那会使有遗书尔尔。所以日本人照规矩来哦，你甲看，你看我的这个讲义内底，我的讲义内底啊，有写甲真清楚，就是讲哈。日本政府将这个台湾这个土地哈、哦，有给伊总督取消呢？什么时候？1946年，1946年哈、哦，第六页第九项，1946年5月28日。5月28日，昭和21年，数令第287号，外地官署所属职员的身份的那个关系从属为命令，就是讲外地啊，外地的官厅废止数令啊，正式废除台湾总督府官制。各位，那阵日本政府无将
总督府甲伊废止啊，安尼台湾就是犹阁是日本的啥殖民地，因为有废止，就是可以证实讲台湾确确实实是已经变作日本的领土了，这就是证明了。所以有的人一直讲奇怪呢吼，啊这林某某吼，那本来是美属都好，那个美美属啊，讲美国占领都好好啊，啊干那去提倡日属，原因是这啦，原因吼、哦、就是这，这就是我跟你讲哦，今日你看到这份文件吼、哦，美国政府什么时阵会用这份文件？我估计啦，两年后，也用这份文件。用这份文件要跟什么人计较？计较中国，因为中国一直在发展，美国一直在动，啊，咱台湾一直无法度，所以到落尾啊，美国一定拍这个王牌出来。您听我跟你讲，我即马直接又美国会拍这个王牌，在这个王牌要拍以前，咱在座各位已经拢知影，所以这份你若提东西出，你加看两摆，你就足清楚啊。你未讲读甲灰灰咧，国民党甲你讲，啊日本来窃占台湾 ，no， 那窃占，正式合约给人个呀，那窃占。伊来台湾，伊照万国公法，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皇民化1937年，安尼直接变，直接甲变甲1941年，1945年四月七日，了后建书伊伫1942年，八月二五。要够废除总督府呢？伊若要废除总督府啊，各位啊，就是表示讲不是知识、啊。废除总督府就是表示讲，这个二位二员的迄个管理啊，为皇帝转到首相啊。因为这日本的政治吼、哦，甲一般比较不一样。当然啦、啊、吼，我即卖咧讲这吼、哦。我感觉是全台湾有历史以来哦，头一摆讲这款的问题。啊嘛是全台湾有历史以来哦，头一遍有人变到这么清楚的物件，给你看。你有俄罗瓦无？哎、欸，等，停！你免甲我拍破啊！你免甲我拍破啊！唔是我的功劳，美国给我的。哦，拍美国安尼噻？特别讲吼，我读到这个文件吼、哦，我真正是吼、哦、有够感动。创几波讲咱日本人呢？啊，佮今日推下面的日本人佫唔知道。啊，美国甲我讲哦，你放心，我交给我们美国处理。日本人建树以后，大拢破去啊。我来给他做大，来给他变成有较较有大嘞。你讲你稍等，我来指点几个日本的政治人物，让伊知影这个消息。所以有一天日本政府的遐推下面的人有了解以后吼，就甲咱同款，迄当换伊来甲咱问啊啦。我讲阮清楚，阮清楚啊。可以。我若要甲你讲，咱是日本人哦。有真侪人会敢牵石头呢，因为咱受的教育，吼、哦，你也讲你日本人，你明明都台湾人，所以才政治语言啊，才会甲你讲一寡吼很奇奇怪怪的代志啦。台湾到今日为止，坦白讲哦，真侪的是非啊，拢无去啊。做日本人好啊，唔好？迄毋是好甲毋好诶问题啦。你生出来是日本人，你都爱是日本人啊。你敢会当敬你诶爸母吗？你会当敬无？你会当讲，我毋是日本人，我无爱，我能等于阮妈妈巴肚内底，我无尊崇，不可能嘛。生出来就是安尼嘛，你生出来就是日本人嘛，啥物日本人？法律直接遮尔清楚啊，太清楚啦。有诶人。感觉日本人对台湾人无好，这嘛事实。有个人讲，啊，你做台湾人就好，啊，你来一定爱做日本人。我唔是要做日本人哦，我写这个物件出来，唔是要讲我要做日本人。No，
因为美国人已经一条路伫头前给你啊嘛，甲你讲啥？主地嘛，有无？老早就甲你规定甲清清楚楚，联合国六个决议内底，1950年要开迄个旧金山和平条约以前的决定内底第五点，就是要让台湾人自治啊。所以日本才会将日本天皇甲改做和平宪法以后，将日本天皇的权力甲剥掉，本来台湾是伊的所有权地嘛，啊，即马将你所有权地，将日本的天皇的迄个权力甲剥掉以后啊，所以日本天皇啊啦，即马变啥？变一个矮狗，干那矮狗，目睭金金会当看，啊，手袂当甲你摸，袂当甲你提。啊，你即马若台湾讲要来主持，你讲日本天皇我要自治好不好？伊干来当甲你点头，伊袂当用嘴甲你讲 yes or no， 这就是。伊个宪法的规定啊，美国这个要求嘛是同款啊，伊不爱甲你讲啊，伊要让你家己去读啊，好不容易各位，拄啊60档啦，我甲算下60档，咱家己发现啊啦，咱即马才发现啊，虽然有较慢啊，但是是一条正确的路啦，无怪迄天，去年九月七八。在这个美国的时阵啊，伊会甲你讲一句话啦。阮美国已经替你台湾民政府开一条路伫遐。问题是你会晓行，袂晓行？你要行，无爱行。但是坦白讲啊，你就是无爱行，讲啊，我要甲中国合并。No， 美国讲稍等，稍等，不可以。其实美国有意思讲哦，你上好爱讲要来甲我合并，但是伫法律上。美国袂当甲你合并啊，所以美国甲你讲，我对台湾这个土地没有土地的野心，所以台湾地位非常复杂，非常复杂。我讲到这来，有诶可能我咱拢听拢无，有诶人听无啦。奇怪呢，我对敢若中国诶，这个美国讲哦，我对台湾这个土地没有野心，啊是占领的，是一个外国的土地啊，非国内。你听有无？你敢听？我讲一摆吼，台湾是美国的占领地，非国内，是外国土地。你听有无？你听有无？真牛呢！咱遐国际法拢听无咧。真的啊！咱遐国际法阿扁啊，迄当阵一个开会内底啊，伊讲依照台湾关系法，美国已经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我咧编好编位，编几下摆都编无咧，编无迄句话咧，我著写文章出来啊。所以嘛，就是讲，我有当你想讲话，是不是我唔对？但遐尼啊济遐读国际法，拢唔对，干我对。我有当会想呢，我会检讨呢，但是我重复检查，啊，要甲检查检验，讲我读的对唔对啊？免那个检验。很简单的，我告就知影嘛。我若对，我甲告落去就出来嘛，敢毋是？我先看甲告啊，啊告落呐，判决就出来，我对嘛。啊，即马我对，遐人就毋是点名，哪有点名？哦，遐人哪有点名？遐人哦，开始哦，制造满山谣言啊，满世界被破坏啊。是好佳哉，我感觉。台湾人的意志非常非常的坚定，伊到今日来，所有的人哦，伫咱台湾的社会，拢已经经过千锤百炼了。什么困难你嘛渡过啊？敢唔捌吗？敢唔捌？绝对拢渡过，敢唔是？你从以前细汉的时阵，讲细汉就无影啦吼。你差不多较大汉的时阵啊，什么拄啊开始？喂，我甲恁同款做伙大汉的，我去读初中、高中的时阵，我嘛真。真这个讨厌党外呢，我感觉迄种暴力分子呢，因为报纸写个足清楚啊，对不对？暴力分子啊，哦，米列都拍噶，哦，安尼是学运的时候，安尼水安尼转噶，我拢系应该。啊，怎啊想想，遐真正吹阿面呢？因为因无用方法啦，用头脑啦。咱即马用头脑，咱敢着去创学运去用转水？唔免啦。咱敢叫摕迄个机构啊去甲伊建，唔免啊，咱用啥法律嘛？
用法律嘛，法律就是咱的大军嘛，咱会当找一只个命令大军去甲攻嘛，攻到即马美国要投降啊嘛，美国家己出来讲的啊，唔是咱叫伊出来呢，你过来嘛，你过无甲承认，我过甲你过嘛。好佳在美国是三权分立的，啊那中华民国咱逃起啦，所以二二八你过中华民国，我讲你过甲死吼，你都未赢伊啦，果然无错啊，过甲死都未赢伊啦。最近咱和原住民有咧合作，原住民讲起去联合甲告，我袂前我就甲讲，西拉雅族讲起告，告讲哦，中华民国爱将遐土地还向哦西拉雅族，我讲你绝对告输，啊，真有可能人含看都无爱看，伊看就该等等啊行哩。七月二三，毋是昨天，毋是今日，七月二一，果然照我所预料的啊，联合国敢行伊，敢等行伊，连审理都不审理。我讲你告中华民国，你头壳歹，全世界敢那你的头壳内底有中华民国尔啦，中华民国老早就没有的嘛，没有的东西你告啥？你在告谁？告魔神啊？没有那个东西嘛？啊，但是中华民国甲你骗。你讲奇怪，我提出来新台币是顶完写中华民国呢，我的身份证顶完写中华民国呢，我的护照顶完写中华民国，啊，我内无中华民国，迄就变魔术啦，迄就是变魔术啦。中华民国敢有存在？没有啊，啊无存在，你死了啊，族去甲告，告会倒，绝对告会倒，因为安那，你就是美国判你赢。以免他来处理中华民国，没有那个东西啊，你怎么处理？没有啊，所以要告官司哦，爱用头脑，用你的脑筋。我甲讲，你若用战争法，我无爱告中华民国，我告美国。敢那亲像日本人最近伫讨迄个苏联，伫讨迄个北方四岛，我甲日本人讲。我讲你若要日本人哦，会讲到这吼，我来讲台湾，还佫一个代志还袂讲呢。安藤利吉哦，第十方面军的司令员，司令长、司令官啊，司令官哦，当时麦克阿瑟的规定内底是讲琉球爱向马卡萨投降，台湾爱向蒋介石投降。苏联官拢是安藤利吉，苏联官有向蒋介石派陈仪投降，请问安藤利吉有向马卡萨投降啊？无，有没有？没有。啊，所以伫法律上来讲，琉球到今日为止没有投降。哎，趣味哦，这个有一寡迄个法律的。肉肉可以来扣哦。今天日本跟苏联虽然他将这个北方四岛占去，但是旧金山和平条约23条，美国是这个东南亚这个所在的主要占领全国，所以北方四岛要属什么人占领？美国啊，安奈苏联去占，所以日本人伫向苏联抗议，对唔对？唔对嘛，因为迄个时阵到今日为止哦，到今日为止哦，日本甲苏联没有签和平条约哦，所以以理论上，顶管来讲哦，日本跟苏联啊，今天还在战争，法律上啊，当然你会当阿问讲，阿爸都无弄，我看到战争，就敢那你今日。你讲我拢无看到美军占领台湾同款，安尼听有无？法律上啊，法律上啊，啊所以占领袂当移转主权。你若讲苏联要将迄个北方四岛占领，你若有法度和苏联签约，日本的推阿面的佫讲，我们如果你不把北方四岛还给我，就不跟你签和平条约。我若苏联，我拍拍手，上好永远莫甲我签，我永远甲你占领啊！
占那久吼，当然袂当变伊个，占搁较久袂当变伊个。占领不移转主权，伫国际法内底有写。不过呢，你着明明你着损失四粒岛了。苏联派记者，迄、那个叫什么《镜报》，迄个记者派两个来台湾，甲我访问，甲我讲讨论战争法。讨论了后，伊惊着呢，甲我讲哦，Roger， 不要跟日本人讲这个战争法。我歹势，我讲了诶。啊，这个代志，迄当阵西岛我嘛甲讲啊，我下边迄苏联的记者吼、哦，叫我讲卖甲恁讲咧，但是我甲你讲，好笑甲欢喜啊。伊讲吼，我等下叫日本天皇颁给你一个奖章。苏联迄个记者等于了啊，阁无偌久啊，伊将我讲的论述啊，去运用得非常得当。第一，伊运用伊中国虾子岛，虾子岛是苏联去占的，一大片足大片的，伫迄个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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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的迄、那个，伫北方的什么什么江的所在。那个虾子岛哦，伊安那呢？伊做人真巧呢。伊甲江泽民讲哦，老江啊，这样子啦。为了中苏友好啊，我把虾子岛一半还给你啦，啊一半我占啦、啊，这样好不好？真正迄中国人无读册，好高兴哦，我是民主英雄啊。甲铁道顿啊，去甲签约啦。迄块土地属是中国的呢。啊，去用食面讲，人兴伊一半，讲欢喜个啦，讲伊是民主英雄啦。啊，你去签约，啊，即马摕转来一半啦。我甲日本嘛是同款啦，迄两个记者转去了，因去甲迄个北方市长讲哦，甲日本人讲哦，两粒兴予伊，啊，两粒咱苏联永远来食。那遐么同意呢？我较紧去甲日本外务省讲啊，你讲未使签，迄四粒都拢是你的，占领不移转主权。伊听有啊？伊甲拒绝，本来要甲签呢，我叫着日本呢，占领不移转主权，有这个世界有真好的例啦，加沙走廊，六日战争，以色列占加沙走廊占38年，不爱撤退啊，占38年来这加沙走廊有没有人民？有人民，有没有土地？有土地，有没有政府？以色列政府，有没有外交？以色列的外交，表面上是一个国家，对不对？啊，那伊们撤退啊，我都已经主权独立的国家啊。但是伊嘛是赶快伫世界压力之下，加沙走廊撤退，用这个情形提转来台湾一个甲看，甲台湾一模一样。台湾有没有人民？有没有土地？有没有政府？其实这三项都没有啦，跟加沙走廊同款啊，你也要说加沙走廊没有没有没有啊，在台湾就有有有，好奇怪哦。咱常常吼，台湾人常常那个都别人在做的时候都要不对不对啊，自己都不要紧的。台湾的人民，这个人民是什么人民？不是法定的人民啊。咱的法定人民是什么人？是日本人呢？法定的人民是日本人。当时有讲你是台湾人，台湾是地名词尔啦。啊，这个政府是什么政府？是流亡中华民国政府啊！你袂记得吗？我头拄仔咧讲几帮，讲叫你卖算，就是因为流亡中华民国政府嘛。所以无政府，无人民，对不对？啊，无国家，没有国家，也没有政府，啊，搁一个什么？土地，啊有土地无？嘛是无，啥奈无？啊奇怪呢！啊你台湾不是土地吗？旧金山和平条有行李无？没有啊！这块土地要是日本人的，当然你没有土地嘛，你没有土地，没有人民，没有国家，啊你当然无外交权嘛，你无外交嘛，所以台湾根本不是一个国家啦，那个蒙特维多。那个公约四点啊，其实是减下一点啊。占领的时候的土地啊，没有办法按照一般正常的那个四个条件来看，因为要个占领，台湾这个土地占领，占领就不能以蒙特维多来看，好清楚不？所以你今日你应该足清楚，台湾绝对不是一个国家，中华民国也不是一个国家，但是一起上代讨论。
上代什么讨论？因为金门妈祖，金门妈祖，伊若要算讲，这两个所在若讲啊，要脱离中国，要讲变作一个小中华民国也可以啦。咱是希望这个小中华民国能够存在啦，因为存在以后啊，咱这《公民权利法案》实施以后啊，不符合本土台湾人啊，我希望讲也让先等于金门跟马祖哦，后摆咱个顺机会哦，回签证才当来啦，安尼好冇？啊，若无拍破的，可能你有亲戚拢是叫中国人，啊，无笑中国中国人。当然啦，我嘛知影讲啊，要和谐啦。但是迄个和谐，袂当叫咱台湾人和谐，啊，中国人拢不用和谐呢。中国人伫欺负呢，咱因奈不爱讲伊和谐，更拜咱台湾人都爱和谐，奇怪，那食咱狗狗呢？我昨嘛有伫讲啊，卷曲。这个所在是什么人？是叫做难民营才对啊。流亡在台湾，遐流亡的人住的所在是叫做眷区，叫做难民营。难民营爱付租金呢。西藏达赖喇嘛那边有付租金呢，是干那？你台湾人真好个，免收啦。台湾人真有钱啦，台湾人看了遐老外拢真欢喜啦，好可爱哦，一个月给14000块啦。你台湾人家己做的啊，敢不是吗？敢不是吗？台湾人做的啊。台湾人讲哦，你遐流亡伫台湾遐中国的难民哦，那你破病哦，都爱赶紧准备病床开哦，遐拢总拢大面子的啊。那跋一空就去大，感冒嘛去大，啥物代志拢会上去大。遐老外去讲哦，很好啊，每天都有护士小姐。钱是上帝拿，咱去拿啦。咱大家实在是硬硬掉啊，已经无法度啊。你会甲我问啦，好啦，你若安尼讲，啊无即摆要安怎？我们有什么方法？咱有啥物方法？你定定咧搞，即摆在搞啊。啊，搁搞啥物方法？美国讲你准备好了没有啦？美国讲好啊，你若爱这样，你也爱家己爱建国来啊，我互你建国啊，来。你组织，你去组织啊！啊，咱组织到即马已经完了，要差不多差不多要半年啊！我迄个面疼，困到头壳，迄个骨头两要缩起来啦。每一摆训练拢几个啊尔？咱的这边的夏季的，迄个第二届的夏令营哦，九个人尔啦。咱在座每一摆我咧开会讲啊，你们每一个人要介绍一个学生来，大家拢好拍手，啊，拢无影无一只。啊，我就。陪着九位在这里，大家嘛在这里困那个电的名称，不是讲我一个人在陪尔啦。咱的蔡宗立啦，咱的张文燕张议长啦，哦，咱的迄个副主席啦，潘副主席啦，伊原住民呢，嘛是同款。我每次去搞，我唔是食免钱的呢。大家拿来，我话拢交3000块呢，我不爱和人讲话呢。虽然无钱嘛，过去囡仔家也蛮爱付呢。较无钱，嘛爱借来去付呢。哎、欸，我甲看那个张文燕嘛，表面上伫笑啊，其实伊嘛内心嘛伫滴血呢。伊讲哦，我即块的痛苦的日子，当时才会过。我讲实在呢，所以你敢若走一撮来省一个钱吼、哦，哦，我讲有诶500块就歪叫。当然我毋是你讲一定爱叫啦吼，但是我是讲哦，其实你家己要食饭吼，爱家己叫啦，咱无钱呢。啊！即马美国送予台湾人旗杆呐，哎，唔旗杆啦，送旗啊啦，迄敢若受过训的才有呢。啊，嘛甲你讲，你受训哦，啊，无你嘛安尼，拜托，迄两支、迄、那个占领旗、甲迄个美国军事政府的旗吼、哦，买转去吼、哦。啊，即马时间若到，我甲你通知，拢爱甲挂出来。我甲你讲啦，我看在座哦，差一半，无一半有买迄两支的，迄两支你有买，请你举手我看卖。到遐济，大陆遐手真个假？哈，手放下来了，无啦，我是讲啦吼、哦，奇怪呢，我头下问迄个陈小姐讲，迄两支，啊那有人买哦？伊讲有啦，但是不多呢，啊，不多。啊，过来，你的时间，你是用啥物时间？我用德哥呢？拜托，你这两支哦，这三支唔通用德哥，我搁甲你惊你，唔通用德哥，拜托诶，真正唔通用德哥啦，迄一支吼、哦。那老鹰，你外口买迄一支车爱偌济？差300-350啦。
但是有老鹰，迄当然较贵嘛，400块嘛，迄人甲恁叠济嘛。拜托买迄种的去挂啦，当然你买迄种，我用羊头摕哦，我先甲你讲。因为足济人甲我讲吼，挂伫外口，出来转来讲无迄头无去啊啦，因为老鹰真水啊，所以我阁甲各位拜托，你迄两支旗一定爱买转去吼，挂起来啦。美国旗挂起来啦，你若挂迄两支，无人看有啦。但是你若挂美国旗，大家拢看有啦。我听足济人甲我讲，讲因兜吼，迄旗啊，甲挂美国旗挂起来吼，一挂中国人面色拢青顺顺。无你唔相信，你家己去问，你内底一定有足济人安尼。真济中国人拢讲，你挂那个旗子干什么？那我讲吼，来抓你的。啊，真正嘛要抓他的对，我唔对啊。甚至在跟他们说、啊、你没有做违法的事情，你怕什么、啊、你让他们啊，美国难道不是你们的盟友吗？盟邦吗？但不是，因为美国喜欢我们叫我们挂美国国旗，因为现在五星旗挂太多，所以美国说、啊、叫我们挂、啊、我跟美国说、啊、我们没有钱、啊、是要怎么挂，用这样啦，美国旗我送了、啊、送美国旗你也送得好，送美国旗总共是送我们一个101啊，啊101那个卖单，咱来分分的就好啊。再见，安尼好冇？安尼好冇？当然唔好嘛，你不要赢嘛，当然嘛唔好嘛，对不对？台湾遐尼啊俗，干一个101甲咱买了倒啊，我无甲你骗，中国要花3000万美金，叫我卖过美国，卖上电视，卖下册。我若讲这啊、個，这是、個。光天化日之下，我绝对无讲别的。我甲讲，我摕你3000万，我袂较好呀。我无你3000万，我嘛袂较善。但是我台湾，我是台湾人，我总有我家己的骨气。尤其是我去研究台湾的地位，遮尼啊清楚，要叫我甲放弃掉，不可能。啊，这你爱拍破我才对啊！我甲你讲啦。不是说你打破就我就欢喜啦，我这个打这个破我还要3000万美金呢。啊，不过现在做一个台湾人吼的心意吼，真正是安尼啦。啊，我是一直感觉讲吼，台湾这个台湾的地位一定要讲个清楚，尤其是台湾的地位吼，咱愈研究愈清楚，愈研究到什么程度？我跟你讲，这边美国的迄个高官来台湾啊，待10天啊，10天的最后2天。伊去住伫阳明山 CIA 的迄个别庄，这两天啊，拢伫读《新台湾论》。我无甲你骗哦，我亲眼看。这两天拢伫读《新台湾论》，啊，你讲奇怪，迄个美国哪会看有中文？迄个人捌伫台湾受过教育，看《新台湾论》，看了伊非常非常感动。伊甲我讲，内湖 AIT 呐成立的时阵啊，以前的 AIT 是拢足低级的国务院的人啊，你争取要来住伫 AIT 内底做处长，司徒文遐拢算真低级的，夏新遐拢真低级的，即嘛无同款啊。新的 AIT 伫内湖迄个 AIT 啊，是美国国务院的高干哦、高官哦，你争取哦。这个表示说以后台湾的地位会完全不一样、哦、啊，美国要对待台湾，如果要让台湾的地位完全不一样，他现在唯一可以相信的组织叫什么？台湾民政府，唯一可以相信啊，所以他现在有做很多工作叫我们倒做的，我们都有在倒做鸡鸭，我们鸡发到各位，有人没领到鸡鸭的吗？请你举手啊！你又无加着钱，无加着机啊！拜托你，拜托你安尼啊！拜托，我甲你拜托一点领。但系美国讲我甲贪污去的，吼、哦，一定爱去领，系拜托。当然嘛，你若要甲披在身上，甲行上去嘛，无要紧的。各位，各买一个就好啊。美国军事政府，因为美国即马入来时阵要挂迄个占领旗，
毋是要挂金属政府，嘿。我知影你讲迄上届倒边迄支，嘿，对。迄、那个咱的星期有迄支嘛，嘿，没有错。伊即马是要 A I T 要挂迄个第三支啦，吼、哦，要挂第三支，即支啦吼，即款伊要挂的，占领旗啦，哎，军事政府是即支，哎，军事政府，我甲你讲吼、哦，挂即支的，挂即支的迄政治味道太浓，啊、哦。这支是伫1945年的时阵啊，拄啊入来台湾的时阵，9月7日到7日入来挂这支啦。了后，伊就撤走啊。所以即马是要用迄支第三支啦。所以这几支旗啊吼，就是咱家己去设计的呢。我头脑无好，我讲我这世人哦，干那两个物件我无多啦。我够读册，但是我两个东西绝对不行的。第一个是音乐啦。我袂晓唱歌啦，所以我足羡慕迄个郑州人啊、郑智人啊，哦，逐摆来唱歌，我拢足认真。你无看，那你唱歌我拢坐甲直直呢，一日一日认真足认真来唱的呢。啊，伊咧唱歌简单嘞呢，所以伊嘛是天才啊。所以毋是讲会晓读册就好呢，伊才是好啦。哦，啊，人伊逐工拢真快乐啊。我逐工哦拢想足多个。啊，第二个我美术啊，我美术也很烂。哦，啊，我当然我敢若会晓看，所以岁拜我搞不清楚啊。后来我已经太太已经过身了，啊，我挂靠太太爸呢，因为我讲岁拜我都看不出来嘛吼、哦。你讲起来来，讲起来，我袂记得那末代总督。我要甲讲伊讲的就是这个末代总督的这个台湾总督吼、哦，这篇文章原始的资料是美国政府提供给我的，啊，伊提供给我的是原文呐、啊，差不多有。千外页啦，我是读到吼、哦，目睭要烫烫哦啊！整理啊，搁看了后，才写一篇文章出来。所以我会当甲各位讲，内底几年几月几日拢有，你有注意看？这无简单吧？几年几月几日哦？所以可见哦，迄个时阵呐、啊，伫台湾实施什么物件？几年几月几日？咱伫遮拢写甲遮清楚，这是要有什么人看？要予日本遐推阿面看，就是因外务省遐啦。人日志拢伫写甲遮尔啊清楚啊，你要搁做标要做一堆，咱这言之有物呢。搁一即个代志，我要讲予各位知影，就是讲，听讲平湖州吼，平湖州讲日本时代所有户口名簿内底迄个户口制度拢甲伊破坏掉的，澎湖州啦，这足夭壽诶。所以咱若要申请身份证，你赶快要去申请你的日本时代一寡记录哦，即马去申请哦。啊，若无有一天哦，中华民国会甲你提掉哦。伊即马提掉伊呐，吼、哦，你民政府要甲分这个台湾人甲中国人要分开哦，我就互你分未清楚。日本时代记录甲你提掉，变作讲中国人、台湾人你分未清，有可能哦。我甲各位讲，你若要申请身份证诶，你较紧去申请。你今日等于明仔吼，啊，明仔礼拜后日吼，一定要开始申请。日本时代爱申请，甲请起来，无白害嘛。甲请起来，恁诶阿公也是阿嬷吼，也是老爸，迄甲请起来，甲囥诶，囥喺边啊嘛。户籍成本对，日本时代户籍成本，爱看甲请出来。你若请一份，后摆来家己 copy 就好啊。所以清一份就可以了， copy 就好了。所以呢，因为他这个是那个这个宣导资料，大家好，这份资料哈，咱的志刚提的哈，户政宣导资料带来的哈，有一点啦，自99年是几年啊？我比较省啊，旧年啦哈，旧年个到旧年哦，即马100年啊。啊，百年啦，这边好势啊！自1999年哈、哦，1月7日开始啊、哦，民众得向任一个户政事务所请领日据时期户口调查部的资料，欢迎多加利用。为去年7月7日开始啊，会当申请，所以照规定哈、哦，大家拢会当申请。啊，我劝各位啊、哦，他才去申请，啊，免得哈、哦、中华民国开始批判哈、哦，
将迄个甲消灭消灭吼，啊是甲佫分袂清起来。美国政府甲咱答应讲，咱若有650,000份申请吼，政权要承认。650万吼，你想看卖650万的时阵，咱有6个州嘛吼，啊偏欧州卖算啦，吼偏偏欧州即摆后摆问题敢若真侪，算5个州啦，一个州爱负责啥120万份啊，啊120万份的，诶即个120万份的户口，啊若平均一户内底有3户甲1户内底有3个人甲4个人吼，安尼要几万份？30万份，啊差不多30万份嘛吼。啊，差不多30万、40万左右嘛，啊，30万、40万哈，我相信呢，应该不会很难呐，哦，未难呐。尤其咱的身份证呐，摕出迄一天吼，马上我要建议我马上去迄个 AIT 去申请，要去美国，啊，看迄个美国讲的有影无影。啊，若有影吼，我甲你讲，才会排队呢。啊，就迄当开始要受训啊，迄当在座各位吼，一定足臭屁的。我第八期的，我第九期的，啊，若第一期的，我是第一期的，吼、哦，不容易呢。欸，我嘛是第一期的，我先讲哦。啊，咱在座吼，所有干部拢听第一期的较侪啦吼。啊，我是讲，安尼啦吼，差不多要5点半吼，超过一丝啊。因为我的时间吼，因为我迄渔夫实在是赖皮的，伊甲减半点钟久，我加讲半点钟，我已经加讲。20分啊，应该也可以的啦吼。啊，剩的呢晚上再讲，因为我明仔载还阁有课呢。吼、哦，那我明仔载再来讲，安尼好唔好？因为我今日吼，迄个星期吼，今日晒太阳吼，我有一个感觉袂热呢。啊，袂热，阁一点足奇怪的代志哦。伫升迄个民政委级的时候，有人咧放炮呢，你有听到无？有无？我甲你讲，民政委绝对成功。天地做啦，天地做咱啦。我想害啊害啊，我拍甲昏去。奇怪咧，佫袂热咧，还佫有风咧，透中昼咧。对啊，是啊是啊。我甲你讲哦，这个时哦，咱无超工看时哦，但是冥冥之中哦，真正台湾神伫保护台湾，当然耶稣基督嘛伫保护人，拢总。保护台湾，天佑台湾，天佑美国，多谢各位，谢。起立，立正，敬礼，请坐下。晚上7点上课哈。